爸妈，我给二老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，我的领导刘芬。大爷大妈好，我叫刘芬，跟志存是特别好的朋友。今天我特意来拜见二老，不知道该准备些啥，买了些补品，希望二老不要见笑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是我们志存的领导，这么多年来照顾着他。 我们应该谢您才对，您快请坐。坐，来坐坐坐。爸妈您客气了，志存平时在工作中对我帮助特别大，我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。对对，妈，您没必要跟他这么客气啊。我说老大，那个跟我说清楚，这是。 怎么茬啊？其实我们俩吧，志存，我来说吧。你说，大爷、大妈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我今年47岁了，我的前夫6年前去世了，我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，现在儿子工作了，独立了，所以。 我也想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个人问题。啊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您是看上我们家志存了。哼，是大妈，您没说错。我觉得志存人特别好，老实，对人又真诚，特别幽默。 我真的挺喜欢他的，所以，我今天特地来拜访大爷大妈，希望二老也对我有所了解。如果你们二老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的话，我就想跟志存把事儿办了。嗯，都到这一步了啊。 大爷，我们都不是小孩了，到了这个年龄都知道彼此想要什么。如果我们觉得双方都合适，想在一块过日子，二老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就行了吗？喂。 志存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快来吧，我疼死了，你快来，快来救救我！不是慧心，你怎么了？志存，你快来！你要是再不来，恐怕就见不到我了。不不不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我马上到啊！你别急啊！哎呀，爸妈，刘芬，对不起啊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我得马上出去一趟。哎，志存。 知道我这好心又让你当了驴肝肺了，哎，你混到今儿这份上，你还跟我牛什么呀你？要不是看上咱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，看着凤可怜，我才懒得管你。我这辈子最恨那种做事半途而废的人。 这个饭馆既然咱家给接下来了，就得想办法好好做。你让我偃旗息鼓、灰溜溜的关门大吉，那我装了一天，哪还有脸迈出这家门啊？
明儿起，打起精神来，咱跟嘴巴先磕了。要死也得站着死。按着你们的心会去干，能撑多久就撑多久。我和你爸支持你们。这三个月啊，这些事儿就像大山一样压在我身上，压力太大了。这东墙补西墙的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完？黎明天的夜晚是最黑暗的。凡儿，相信你老公啊，你老公总有翻过来的那一天。慧心，慧心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今天穿的人五人六的哈。啊，不是，哪儿疼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傻帽，瞧你这臭德行，让你奔丧的。陈慧心，你听我说啊。两个人过日子，那是要讲感情的。我现在心里有别人了，没你一丁点地方。你觉得咱们俩这么下去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两个人在一起要讲究感情。我问你，你心里真的没我了吗？没有。没有了吗？一丁点都没有。那我今天打电话，你为什么把你相好的撂那儿，立马就跑我这儿来了？我今天就是想试探试探，如果我打电话你不过来，我立马就死心了，我再也不纠缠你。可是怎么着，你来了，志村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既然来了，我把话撂这儿。这辈子，你跑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我话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出门别忘了把门给我关上。你心里真的没我？没有。那我今天打电话，你为什么把你相好的撂那儿，立马就跑我这儿来了？我今天就是想试探试探，如果我打电话你不过来，我立马就死心了，我再也不纠缠你了。可是怎么着，你来了，志村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既然来了，我把话撂这儿。这辈子。你跑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
其实顺子也是一番好意啊。我知道，我要不了解他，他就觉得我中介干不下去了，饭馆也不行，想拉我一把。可他就说话那德行吧，不让人就不舒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是面子上过不去，不想去就不去，你还不是有我吗？有你，养家是男人的责任啊，还得靠我。可是再过半个月，翟小毛就要来把房子收走了。我不知道，到时候我该怎么面对爸、妈、大哥、嫂子？都是家里人，有什么不能面对的？我想啊，他也理解，办法总会有的。再说了，还半个月，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我是真的想不出办法。好了好了，我在身边，你怕什么？嗯。我们要微笑的面对一切，不能让别人看扁了咱们。嗯嗯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笑不出来。哭了哭了哭了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。我到你身边带着微笑，也带了我的钱包。的小强，让他们看看。嗯，下一个。不哭不哭不哭，不要笑，看着我。那慧心怎么样了？哼，什么怎么样？装的。老大啊，你说你这叫怎么当的事儿？刘芬那姑娘等你半天，看你还没回来，就一个人走了。走的时候，我看她眼圈红了，挺伤心的样子。哎呀，这刘芬人还行。可是赵慧心比呀，差得还远。哎，老大，我明白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人刘芬是会长，有一儿子，他要找一个比你强的，轻而易举。可慧心，他就这么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你要再不要他，他可怎么办呢？妈。爸，我知道，你们从心里的这个偏慧心、疼慧心，这我都清楚。不是，可你们得有个度吧？我都单了那么多年了，好不容易碰上一个我喜欢、人家也喜欢我的，今天当着二老面，我就把话撂这了。我跟刘芬啊，我们俩是奔着结婚去的。反正啊，我该说的话都说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想让我同意，没门。老爷子，那孩子够难的了，你别再说了。你二老也累一天了，早点歇着，我先回屋了。Thank you.
哎，专心，起得这么早啊？你也够早的。今天呀，我们学校组织研究生去房山十渡实习，给当地老乡送衣、送药、送温暖，定期组织活动，得早点去。哦，哎，我能不能陪你呢？我去给人看病去了，你去干嘛呀？我听说十渡那边的风景很美，我在想啊，正好借这个机会晒晒风啊，拍拍照，另外也可以陪陪你嘛。我这么大人了，要你陪啊？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。成，你要是想去你就去呗。好好，那你等会儿啊，我去收拾东西。好。志存，你前妻的病怎么样了？嗨，他那病好多了，啊，没什么事儿。说句实话，我昨天心里是挺不高兴的，不过后来我一想，这不更说明了你是一个有情有义、值得依靠的好男人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都什么岁数了？我不想再蹉跎了。我愿意把后半生交给你，咱一块儿过日子。你什么态度呢？表个态啊！刘芬，谢谢你啊，这么看得起我。其实啊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琢磨咱俩这事儿。想好了吗？有答案吗？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。说。你说，咱这岁数吧，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要做出这种决定吧，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，所以，能不能再容我段日子，让我再好好想想？行，咱先不说这个事儿。哦，对了，我明天去上海开会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啊。哎，我去干嘛呀？开会，环境研讨会，各个地方的专家凑到一块儿，就现在环境面临的新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。你不是基层协会的工作人员吗？正好说说你的看法，好好准备啊。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，也好久没出差了，正好放松放松。对。你就是需要好好放松放松，好好想想。我说跟大队一起走吧，你非要自个儿开车。没事儿，我今天租车去郊区采风嘛，这样比较方便。而且你也会舒服点。那倒也是，这大课呀，人又多又吵，而且还慢。没有经过既拥有的你呢，何来？都安顿好了？嗯，安顿好了。忙了一天都没歇一会儿。孩子们太兴奋，吵得很，与其在屋里待着，还不如出来走走呢。何来暴风来临川里岸，那些年少时在梦里穿过的山越过的河，都是长大后在雨中乡里冷，小心冻着呢。谢谢。
哎，这里很美啊。是啊，整天在喧嚣的城市里待着，难得像这样静心。静心，对现代人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事情。也不一定，我觉得关键看你想要什么，追求什么样的生活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，选择什么样的人陪在你身边。而来拥抱之后又再见，那些年消失在梦里。回吧，到饭点了。越过的河都是长大后在雨中撑住的伞。妈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爸，您歇着，我来吧。你来啊，你踩着饭点来，等你来。黄花菜都凉了。妈，您听听，我爸这话都是横着说出来。我下班晚，路上要堵车。甭跟你爸认真，坐下吃吧。哎，吃啥？动筷子了啊？哎，嗯，太好吃了。哎，别说啊，我三婶这一开饭馆，多幸福了，天天能吃着我爷爷做的菜。比三婶可好吃多了。你吃美了，我成脆巴了。哟，听这话茬是不乐意呀、啊？行，改明我做，你歇着。哎，别，累谁也不能累了您。您这身子骨那么弱，再把您累病了骨了，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嘿。罚我是吧？妈，别跟我爸斗嘴了啊！这样，我以后下班早回来点，我做饭啊。哟，谁吃你做的饭呀、啊？不爱吃我还省了呢。切！哎，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明天啊，我要出趟差。上哪儿啊？几天呢？去上海，两三天，开个会。跟谁呀？管呢，打听清楚打小报告去是吧？你爷爷做的那么好吃的饭都堵不上你嘴，赶紧吃饭。哼，大妈，哎，您这颈椎粘连的很厉害呀、啊，是吗？平时疼吗？疼，有时候啊都疼得晚上睡不着觉，尤其到了这冬天更厉害。您拍过片子吗？拍过，我带来了。哦，我来看看。大妈，您看您这椎骨的第四、第五节啊，都已经轻微错位了，难怪您平时疼呢。成，我给您处理一下。哎，您收好了啊。嗯。
放松啊，大妈。哎哎哎，您相信我吗？相信相信。好。好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怎么了？给你吓着了？真麻呀！来这边啊，放松，放松，刚才很好啊。一、二，走。怎么样？活动活动，感觉一下。嗯，好像是轻松了很多哎，是吗？嗯，成，那咱们接着来啊，来，把手抬起来，放松啊，一、二，怎么样，舒服点没？不疼了，不疼了吧？嗯，大妈，我跟您说啊，真的不疼了。平时这个颈椎啊要保暖啊，最好戴个围巾。好，好，好，嗯。平时啊，这衣服扣严点，后边不能着凉。真的不疼了，不疼就好。My God， 张晶，我现在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。什么重新的认识啊？吃饭都堵住你的嘴。嗯，你就把那大妈咔咔一两下，就她的颈椎就不疼了，太神奇了。我呀，今天只是给她缓解一下，要想痊愈呢，还需要一段时间呢。嗯，那你把她那脑袋那么一拧，不怕把这个人家给拧断了吗？这个推拿按摩呀，分八法：手摸心会、拔伸牵引、旋转屈伸、提按。算了，我跟你说呀，你也听不懂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打小研习这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心得，没有这些年的苦练，我敢给人治病吗？张晶，真的，我现在太崇拜你了。你简直是华佗在世，神一样的。行啊，你都知道华佗了，这牛让你吹的没边儿了。我是说说实话，真的。张老师啊，这位是您朋友吗？啊，我们家房客。杨帅哥，一早上了我就看你围着我们庄老师拍啊拍的。你是摄影师吗？是。你们还真说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可是给 Discovery 拍过图片的。这么牛，好厉害啊！真的，庄老师啊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您认识这么帅、这么牛的摄影师，你都不知道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。就是，就是，介绍一下。这不都认识了吗？他叫 David。David 你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 ，David， 你看啊。我们呢都是庄老师的学生，既然咱们现在认识了，要不然你帮我们大家也拍点照片吧。对呀，对，就是拍美拍，是不是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主要的拍的是风景，对拍人物并不擅长。哎，你瞎说，这上午还少给我们庄老师拍照了。就是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就你们看一下那些什么男人装、女人装封面那些大模，好多照片都出自他的手。听好了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哎，我也要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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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照，我照，我给你们照，不行了，来来来，我照，我照，我照。当初倒流的就雪花，当眼泪融掉了细沙，我曾做的一切你会珍惜吗？像慌乱中坠入悬崖，
鱼儿有谁跟随，树叶有风在吹，我曾想过一生作陪，却发现这是幻想的美。哇，这瑞瑞，对了，你也来唱一首吧。带用用吧，杨哥们会弹吗？不好也弹不坏嘛。行不行啊？你可别玩线了啊！哎，玩线了，你给鼓鼓掌啊！行。下去吧，演砸喽！不行你就别逞能了。下去吧，演砸了。下去吧。座城的情，那是谁许下的愿，谁的影？听北京花开的声音，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。听北京一座城的情，那是谁许下的愿，谁的影？北京花开的声音，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。听北京一座城的情，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。
来晚了，啊，我明天再来。站住！人家等你一个晚上了，你现在走合适吗？进来。哎。哎呦，还开了酒啊？什么好日子？这是法国的梅洛酒，味道特别好。哦，来，来，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喝红酒吗？啊，我一个喝二锅头的嘴，我这红酒我说不上来什么。红酒越陈越芬芳。哦，我现在。我现在就像这杯红酒，等着懂它的人来品尝。你笑什么？你不想品尝？还记得我刚刚调到单位的时候吗？啊，那当然记得。那年我刚刚升上科长，你调到我们单位当副会长。过来。哦。是啊，日子真快。记得那会儿我刚调到单位的时候，单位那些老人看我是新来的，又是女人，齐声。好像有一年年终总结的时候，他们把整个单位的文件都让我一个人处理，我哪应付得了啊？还是你好，你帮我把那些文件处理了，把头绪理清楚。记得那天晚上。咱们俩整整的工作了一夜呢。啊，嗨，其实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再说了，你是新来的副会长，我的领导，我这么做，其实也就是想拍拍你马屁。拍马屁？啊。你才不是那样的人呢！你要是那样的人啊，早就升上去了。哎，刘芬，我在你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啊？啊。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。飘飘洒洒着流水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什刹海的烟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轰轰火火的吆喝，把京城的金龟衔接上了地气。茶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
成长的真理，一人一出戏。